啊，没有，一万二，12万，12万8千的都来了，你们看一下。哦，我的天哪，一辈子都不可能。对呀，随意给的，给你一块钱，你也是一块钱。你没有看到吗？人家12万8千的都来了，但是不给的话，那就叫的不那么甜，是不是？给的话肯定叫的很甜啊。你娶了我，那你叫一下试试，我看一下甜不甜。甜的话我就多给点。多给多少？那得看有多甜呀。你刚刚都出价10块，那你一万太……你一万是不是有点太远了？10001。哥姐算嘛，好像就是陈总说的对，咱们这改口得看一下，他叫的甜不甜？不，得看你给的多不多，给的多他就叫的甜。你不得改口，不是都得先叫再给吗？是不是？你不可能人家叫了你才在那儿数钱是吧？万里挑一。对，万里挑一，10001，哎，很对，很到位。是你到什么位？我人家都说了是男方给女方，你要给我余钱，不是要我余给钱。什么意思？改口费啊？他是对啊，彩礼，他说的是。你看他们说的改口都得要你给我钱，因为你是晚辈哦。哎，意思是。你管我叫声丈母娘，你还要给我钱才能叫得动。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哪有这样的习俗。哥姐帅吗？是不是得就是，陈总，要是对我改口的话，是不是还得那个，是不是啊，家人们？陈总是不是还得给我，陕西给我钱再改口？改口费都是10000，哎，你们看到没有？啊不，那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2给16.8，也就是一路发。哎呦。你看天上飞的一个东西飞到你脸上去了，要飞到你们两个脸上去了，头顶上，看人家都看不过。来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来，哥姐帅们，我们家那个什么什么什么，我们家的那个可能很顶级的那个啥，我们都吃完没？什么很顶级的？反正我至今我卖那个东西到至今没有退过货的。什么东西吧？你不是？反正货交给你就，反正我卖的那个货至今没有退过货的。哥姐帅吗？我这么一说，他们应该知道。什么东西？然后到时候改不改口的？对，你看一下，知我者我穷姐也。我的天！啥子啦？啥都给。对，那个货贼说的也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，有两个，对，天马杨祖俊，是的，哥姐范梦，对的。对的。没什么，来，我们。不，但是我不想那个啥，我先把就是天马给大家先上2分钟行不行？哥姐帅梦，行还是不行？就当就是说看一下我们今天陈总辛辛苦苦来到我们山上，然后也开开心心的找上阿英，因为阿英过来找我玩来了，是不是？本来说帮你们处理事情的，没想到今天这个直播还开的挺有意思的，是吧？开开心心的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我直接给大家上2分钟那个，好不好？2分钟的乌天麻行不行？行，我们就把天麻两个字扣在公屏上。行的，我们把天麻两个字扣在公屏上。你们要贝母啊？要贝母的把贝母两个字扣在公屏上。要贝母的把贝母两个字扣在公屏上。要天麻把天麻两个字扣在公屏上。我看一下。哎呦，我这个黄瓜。对，要贝母还是要天麻？大家。贝母。要贝母的把贝母贝母要多一点。好，那这样子。贝母直接给大家上两上上走吧，上2分钟，这样，陈总，这个的话就是我让就是凡哥来贴，然后贝母就是也做那个你做一下那个链接，就是拍一发二的链接，也没事，反正你们俩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拍一发二的链接行不？行，没问题。行，那三哥是把贝母拍一发二的链接给大家带上，就这，来三哥说啊，来三。二一，今晚很开心是不是？
今晚真的很谢谢那个陈总，我未来的小鱼啊，要给钱的，不要这样说。要给钱的。你们两个，来，贝母已经给大家上上了哈。刚刚在公屏上扣贝母的哥姐帅梦啊，我很少去讲，因为我现在我在那个家里面哈，哥姐帅梦，然后拍的是我的哈，拍的是我的，因为我在我家里面我没有品，我的样品不在这儿，我的样品在就是我租房子的地方哈，哥姐帅梦啊，有什么跟大家直接说什么，所以然后没有去抢的，你们直接去带一下哈。没去抢的你们直接去带一下，我那个不在，然后我给大家上在下面的链接，然后是我自己的，但是因为贝母我之前收的有点多，然后没有带的完，因为贝母我们都是一两一两带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收的时候每次去农户家都能收个一斤多两斤多三斤多，然后一直就没有就是没有带完，所以说这个，但是贝母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啊，哥姐帅们，我们的孩子啊，我们的老人啊，经常的啊，或者我们吸烟烟的哥哥啊、叔叔啊，也会经常，这里小谈谈啊、小炎炎的啊，我们就直接去带啊，直接去带，但是也给大家做拍一番二吧，没事啊。对这个，但是两分钟直接要给大家过掉，两分钟之内您能去抢，您能抢到就有啊，你抢不到就没有哈、啊，您能抢到就有，抢不到就没有，拍了支持我们，谢谢琼姐姐哈、啊，谢谢。凡哥这两天都不在，昨天也不在，今天也不在哈。来，家们啊，两分钟以后拍一发二的贝母没有了。贝母，我们是就是说，可以说家里有老人的、有孩子的，或者说有就是您老公抽烟的，或者说是您的那个儿子就是抽烟的，那么我们就要带一下啊，带一下。经常这里小谈谈的、小炎炎的，经常就是吸烟烟，我们的小狒狒，黑黑黑的、点点点的啊。我们呢，老人孩子一到换季，经常个不停的啊。那么我们就一定要去带的啊，一定要去带的。下方黄车啊，是给大家做的，拍一单发一单，然后您到手是两单的哈。最后一分钟啊，最后一分钟，这个拍一发二的最后一分钟您就拍不了了啊。今晚太便宜了，我以前。129买的50克是不是，对不对？对，今晚做了一波福利哈，对吧？但没事，最后一分钟我们好像是刚刚好像有点卡哈，最后一分钟我们您能带到的话，今天是拍一单发一单，然后您到手是两单哈。但是贝母的话，我这么跟你们说吧啊，你们在就是你们的就是大城市能不能买到啊？哥姐帅们，能，但是他会十克卖给你们，十克要卖你们70到100，70到100，那么我们卖50克，50、50、350要卖你们300到500的，哥姐帅们啊，50克要卖你们300到500，但是今天129，你们在我们的直播间带的话是129，给你们发的100克啊，哥姐帅们，不是50克啊，100克，在你们大城市是什么价格？在你们大城市，就是1000左右的价格，然后我们给大家带的129，您拍就是129，您大城市100克的话，反正就是我看300就是600到1000左右哈，哥姐帅们啊。对，你们今天拍到就是赚到哈，平时的话真的就是129哈。今天是搞了一波福利的。27分钟直接要给大家过了哈。27分钟。还有最后一分钟哈。27分钟给大家过了，但是来哥姐帅们啊，是拍一发二啊，拍一发二，先给大家先说清楚一下啊，是拍一发二，27，现在26分了哈，27分钟直接给大家过掉哈，直接给大家过掉。你看他们都说今晚便宜是不是？我不用说什么，大家在抖音上啊，大家在抖音上，抖音平台。非常的安全，非常非常的就是说正能量啊，非常非常的正能量。但是对，谢谢琼姐说的很对，琼姐说的很对，买不到的这个价，对不对？但是呢是这样子的啊，抖音这个平台确实是一个就是说非常正能量的一个平台，但是还有一个是哥姐帅们跟你们说，一个是
什么，你们现在在别的播播间去带的话，就是在抖音某的某人某些那个啥的别的播播间去带的话，他50克要带你们199的贝母，是不是哥哥姐姐刷一梦，是不是我的良家人们，你们说是啊。